编号 Y3257， 均厚58.7，条宽12.6厚6.4。这个是一个牛奶色的一个洛宾种正圈手镯。这个手镯呢，它的一个冰透感还算可以，只是说在内外圈上有看到一些白色的棉和一些黑色的小块点，但是整体还是不影响上手的一个美观。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内部，从这个地方开始延伸到这个位置有一条细长的纹，这条纹整体虽然看得比较清楚，但是没有任何的扣感。手镯的一个内部基本是这样，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外圈，在外圈上这条纹还是能够看得到，从这个地方延伸到这个位置，但是好在也是没有任何扣感，然后这些地方还是有一点点浅浅的黑色小块点，棉呢也是能够看得到，像这些小块点也是看得到，但是其他的瑕疵在自然光下看就基本上看不清楚，打光的时候可能会有点有些纹路出现，但是当上手以后我们可以看一下。上手以后它的一个棉和框点虽然看得到，但是瑕疵基本上没有体现，所以说不影响美观，就是平时搭配服饰啊也是很清爽很雅致的一个手镯哦。